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今天为大家示范的是这个东海龙王哦，万龙真主嘛，万龙真主哦，这个升华式，基本上这只死猴子，它的血量是非常非常的低的哦，多低呢？就是摸一下就会死掉的那么低，哦、摸一下给大家看看，哎，非常低哦。所以问题不是在这一只，问题是在后面这只大猴子。哦、越战越强、哦、好吧，那就是越战越强，就是边摸它、哦、看它多强。大概三分之一的血量吧、哦、目前的话来建议的话是心珠还稍微留一下了、那大概剩三分之一的时候，我们再来做个一波爆发的动作。哦，只要中途不要天降，忽然间噼里啪啦的，有没有像这样的一个现象？如果水柱很多，基本上就是非常危险。因为水柱不是很多，所以还好。哦，这样可以又补又打哈。当当当，差不多了，要准备了。那、啊、怎么准备嘞？怎么准备？现在先做好你的叠柱。火星转水。嗯。杂柱有点多哈。下我们做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哈、哦、oh yeah、好的，哦耶！哦耶！我刚被人削到一颗猪了哈！啊、OK， 就这样吧。啊，基本上我先要让它捶一下哈。做了跟升华山一样的叠珠、哦、一样的叠珠，来吧，去死吧 K 哦，谢谢各位，万龙真主好广升华式的这个叠珠击杀，谢谢大家观赏，拜拜。